你的名字叫做 Nathan Soren。你来到对你的家人来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来这里是为了要完成你哥哥的遗愿。这是你的故事。It's a bit fucking scary, isn't it? Yeah, it's very scary indeed. We're riding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with your junk. Are you not afraid that a little girl will jump on the road, we will crash, and then you will wake up in some silent city or something? At least I won't have to listen to you. Oh, shut up. 这是一对兄弟。Is it here? Oh, it's not far behind this hill in front of us. You could have driven closer. The car could do it. Don't complain. A little walk didn't hurt anyone.It's not even cold. It's always warm here. It's weird for such a climate. Beautiful view. Beautiful indeed. This is the place our parents told us about. They camped in this valley. They would definitely like to come back here, if only they were alive. When I die, will you scatter my ashes here? I would like to be close to them. Sure, but aren't you too young to die?For fuck's sake, are you recording this? Yep. I wanted to commemorate the moment. Oh, screw you. Yeah, fuck you too, Ethan. But for real, this plac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me. Can you promise me you'll do it? I promise. Thanks. Okay. Let's go. Then 就过了一年。刚他老哥说，如果我死了之后，能不能请你把我的骨灰撒在这里呢？这里是对我们爸妈来说很重要的地方，他们以前曾经在这里露营。那叫我们开车下去。把你车上的骨灰坛拿出来，准备带哥哥的骨灰兜风了。这也蛮漂亮的。去 Ethan 的回忆之地 ，Ethan。Ethan Soren， Charlotte Soren。Aiden Soren， 这应该是爸妈啦，爸妈跟哥哥的坟墓都在这里。然后我们就把哥哥的骨灰留在这了。他现在叫我们看看周遭。找出声音的来源。
这把是 Nokia 3310吗？拿起 Nokia 3310之后就被关起来了。难道拥有3310是一项错误吗？我能不能拥有3310吗？这扇门长得是超像 Silent Hill 4的门的。Why don't you answer？ 你为什么不回答？你为什么不回答？你为什么不回答？山的另外一头有人在打我们啊。Yo！他说：“赶快跑去你车上啊！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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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保护你自己。吃鸡，原来是吃鸡是吗？找个地方躲起来。游戏似乎会有很恐怖的 JS， 今天是不是该回避？没有没有，这个游戏没有什么 JS， 你们可以放心。好，不准回避哦！一个个都给我留下来，不准回避。这个游戏没什么 JS 啊，放心。等到，在避难所里面等到风暴过去。好好破烂的避难所。休息一下。雪女不是雪女啦，你们在那雪女。不要勾起我不好的回忆，这边又在雪女。打呼这么大声，我看一下，看的有什么？Rodevich，Rodevich，Rodevich。哈喽卡，恭喜升级耳杯28。主安安订阅快乐。
恭喜升级 LV6， 感谢六个月以来支持。睡觉睡到一半，嘴巴就被缝起来了。哎呀，感觉超痛，赶快逃离这个避难所。然后发现没有地方可以出去 ，Find another way outside， 找另外的路出去。等一下读午安哦，门打不开。找个方法去把锁弄开。拿着一根铁棒。看一下底下有什么。我刚这样说，那不就是杠杆原理吗？阿基里德还是谁说的？给我一根棍子，我就可以敲起世界。找到这个门的钥匙。刚有人哦。找个方法逃出去。为什么避难所做成这样啊？是只有做到一半吗？对，阿基米德嘛。那边有个人，门的另外一侧好像有人欸。那是蓝笔，好有亲切感。哎呦，敲这么用力，找个方法跟他沟通。因为我们现在嘴巴缝起来了嘛，所以没办法讲话。但是对面那个人他也不讲话，搞不好对面那个人嘴巴也被缝起来了。哎呦，好巧，这边就有纸跟笔耶，而且那个笔还是那种文具店一支六元那种，跟陌生人沟通。你是谁？给爸爸安喽。帮帮我！你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吗？好像在交换日记哦，请救救我！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看到一辆赛，看到一辆什么？加倍的恭喜升级 LV20，感谢二十二个月来续订哦。他们绑架我，你在这里多久了？谁是他们？
我不记得了，他们是很邪恶的人。要怎么离开这里？恐怖版存在手札。你呢？谈谈你自己吧。他们开枪射我，然后我的车就烂掉了，然后我就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防空壕电锯。我看一下地图赛，看地图什么？我们双子恭喜升级 LV38弹性38个月来确定哦。继小镇恋曲之后，欢迎来到小镇恋曲第二部防空壕恋曲。他们不喜欢噪音，他们会趁你在睡觉的时候把你的嘴唇缝起来，然后做一些很恐怖的事。你怎么会在这里呢？我知道，我就离开了，但聊起来了。我不记得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会帮助我吗？我该怎么帮你？Do you know more about them? 你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事情吗？他们想要我们受苦，把楼下的瓦斯关掉。真的有瓦斯耶，这边真的有瓦斯外泄。是说我们看到这行字的时候，看到这行字的同时，瓦斯就外泄了。看一下地图赛，看的有多什么。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月。FNCI02 感谢你五个月来确定，恭喜升级 LV5 哦。有人吗？有一个人。他在等你。序章是三个故事的其中之一，你这样可以在完整版玩到所有的游戏。大概就这样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七八安咯。我们刚刚走上去的时候啊，有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然后他转过头来，然后那个男人他的嘴唇也有被缝过的痕迹，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不是就是门对面的那个人。但气氛还不错啊，感觉可以继续玩下去，对不对？对啊，但他现在还没有出啦。等这个游戏出完整版的时候，我们再买完整版来玩。目前觉得还不错，好像有总共有三个主角，分别是在三个不同的时空。我们这是其中一个主角吧。